掏了一杯的钱，但是只有那一点。我们主打的就是奶沫，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就可以点其他的也可以。2月27日，茶颜悦色回应满杯奶茶放久了变半杯一话题登上热搜。曝光视频显示，湖南一消费者购买一杯茶颜悦色后，过了一会发现奶茶少了1/3。该消费者表示疑惑，满杯奶茶还没喝一口就变半杯，还得拿茶小豆来凑数增加量，建议换成透明杯来看清楚容量。同时茶颜悦色回应称，饮品刚做出来时上面是奶沫，放久了会自己消掉，从而出现半杯的情况。客服称，茶颜悦色暂没有意向换透明杯，但是会向相关部门提供建议。对此，记者联系到茶颜悦色，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暂无回应。是刚做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奶沫是大概是会有9分到10分满的，那如果放太久，奶沫消融了，可能就会有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满杯的情况。这个茶小豆是咱们饮品里面必须要的吗？是的，那个也是为了增加一下我们饮品的口感。会不会考虑换成透明的杯子来看清楚它到底是多少的一个量呀？目前的话是没有这个意向，但是您反馈的这个建议，我这边会收集下来给到相关部门。